这什么模式啊？哇哦，哇哦，没有看过的这个。哇哇哇哇哇！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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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拍什么拍很帅吗？拍帅一点啦，知道吗？呀，我没有打到，我没有打到你，不要假装了。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森林，我们又再回来了，病娇模拟器牙尖犀利，又再回来杀人了，没错。这次呢，我们讲来召唤的恶魔，没错。我们其实很久很久之前呢，有召唤过一个火焰恶魔，但是呢，其实恶魔还有非常多的种类，比如说千手恶魔，或者是一个诡异的恶魔啊，就是非常非常诡异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召唤他们，并且来玩弄一下这个学校的人类啊，已经开始玩魔主了，玩他的彩蛋了。那么首先呢，有很多个人问我说，怎么打开那个作弊模式，就是那个彩蛋模式啊。首先呢，你需要先把普通的模式给破完，对不对？就普通的关卡先过一个星期之后，看完结局之后，你就打开这个叫做 extra 的东西，然后你在这个 extra 里面呢输入 debug enter， 这样就可以了，就启动它的作弊器了，没错。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游戏里面，你看到多一个 R 出来， debug quest done， 我们就是要用那一个 R 啊，没错。好的，又再回来上课了。这次呢，我们就不要管他们了，我们就针对全校来实施这个恶魔计划，没错。打开一个作弊模式之后呢，你只需按到那个问号键，对 ，shift 旁边的问号斜线，你就可以打开这个作弊模式了。你们要干什么就按什么吧。它那边有胶鞋。其实呢，现在新更新的版本的话，来到这棵树旁边这里，对，可以召唤一个恶魔，没错，召唤这个感觉像佐治的恶魔。这个恶魔呢，它其实可以就是用这个面板，没错，它可以让某个学生呢去教务室，或者召唤特定的学生在旁边。就此你可以把其他人给弄不见，然后再专门杀几个人啊。诶，我们可以让他们跟着我来，跟着我，跟着我，走走走，召唤你个虽小的人啊，看一下虽小的人，祝你好了，召唤你啊。啊，有有有，出来出来出来，然后再偷偷的拔给，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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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允许你走的？我刀上面有血迹的嘛，插回去。哦，总算有这么多恶魔啊！火焰恶魔，我们之前有尝试过的。那么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恶魔，然后这个是千手恶魔吧？因为它没有手。魅魔不知道怎么召唤的，我们现在召唤这个千手恶魔好了，哪一个啊？这个吗？I innocent, no profound guilty, given arms moved, but 移除身体不见。需要正义，还有复仇。他们必须尝尝我尝试过的东西。OK， 就这样跟他对话完之后，我们再回去。哒哒哒哒！哎，我们没有拿一个分割技来哈。对哈，我们需要切断他们手，我们需要拿分割技才对。啊、oh, ，OK OK OK， 再对视。我们先把电锯给准备好藏起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学生会的成员给选起来，还有老师也给选起来，让老师们消失。哎，这个非常棒，这个可以让老师消失。哎哎，现在又多一个恶魔出来了，你是谁？机械了，是机械了，机械恶魔刚刚没有出现的吧？你是怎么出现的？你是怎么出现的？哎，不管了不管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人嘛，我们需要五个人的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再召唤多几个人，来，再召唤多一些没用的、啊，比如说你 ，OK， 哎，我刀忘记拔，等等哦，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啊，就说不要动了啦，啊，让你身上沾满血了，抱歉啦，哈哈，沾满花朵了，好可爱哦，啊，是五个 ，OK。五个了吧，把他们拖在中间，对对对，把他们拖在中间，拖在中间。好的花朵，好棒好棒好棒耶！你看有这个新的东西之后，要杀很简单呢。然后昨天拿这个分解的，没错，把他们统统给分解，分解。
跳过跳过。有人发现了谁啦？谁开门的？谁开门的？你们开屁啊！关起来！我在做艺术，开什么门？你们死定了！你们，如果我失败后，我就找你们算账。警察来了啦！哎呦，有人头在飞呢！哎呦，哎呦，这个血！哎呦哎呦，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无知了，无知了 ，OK 了吗？水的手没有在里面，还是还要再多一个人啊？就你了，嗨，你好啊，你好啊，还不够吗？哎，再烧多几个看一下 ，Hello， 跑步吗？加油哦，跑步加油啦，可以了吗？这样，不要怕，不要怕，很快的，可以了吗？这样，够了吗？啊，还不够吗？哎。为什么还不够？有几只手你才甘愿？再插头进去，再插一次，再进去看多一次，他到底在干嘛的？这个死鬼恶魔，给你这么多的你还不甘愿？哎，那个刚刚机械又消失，对不起对不起，可以了吗？你可以吗？成全我吧。对啊，移除身体，对啊，对啊，还是你只需要手？冰那个。哦，山啊，他来到这里了，我不知道他们来这边干嘛的，他来介绍这里。这个社团很棒哦，不来吗？来一发嘛。A few minutes later， 我为你献上我的祝福，这么多了，你在冲啥小了，恶魔？再多一个人，再多一个人，我不管。啊！给我去死啦！来啊，恶魔，来啊，快点啊！恶魔在干嘛的啦？还是我需要你啦？这个恶魔是你吗？是跟这个人说话还是跟你说话？我不知道。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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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前面都说完了吧？前面都说过了吧？总有一个是那个手臂恶魔的吧？到底哪一个才是手臂恶魔？真漂亮啊，好多花、哦，仿佛是上帝派来的地方呢。花花草草真漂亮。哎，不行耶，为什么？为什么啊？哎，你们是哪有问题？我被抓了！你看啦，你看啦，你看啦！白痴啊！给你这么多了，我都给你这么多了。哎，26、85个人的手啦，为什么不行？要十个人的手是不是？哎，不要开，不要开啦！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你？你干什么东西？你看什么看？你干什么东西？不要看就说不要看了吧。为什么会召唤不了了？奇怪，这不可能啊，这不合理啊，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可是我刀却有技能我刀杀人一直有技能所以我遇到的恶魔是什么恶魔？到底我到底遇到什么恶魔的？到底遇到什么恶魔了？哎，可以热刀可以抓火焰恶魔不是，我又不要火焰恶魔，火焰恶魔给我火焰之刃啦！ Yearn for my power that badly. Very well. Have a taste. 反而是火焰恶魔回应我牵手恶魔在干嘛的？啦哩啦哩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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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哩啦哩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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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啦哩哩啦哩哩。哪里哩哩，好，来五个烧焦尸体，有了吧？有吧？可以了吧？哦，有有，这个恶魔就正常啊，为什么手臂就不正常？我得到了火焰的能力，看手臂恶魔可能是出了问题啊，明明给了他充足的手了，而且还有多余的手，他却不知足。飞雪，飞雪。眼睛泛白了，哇！这就是我要恶魔的能力啊！哇！来吧来吧，谁？学生会长，我的火焰有点慢哎呦，我的火焰飞得有点慢你们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我现场杀给你们看，不用去看，不用去啊，不用去啊！不用去找证据了啦，你们就是证据了啦！我没有看过打电话报警你们打电话报警看会怎么样啊？如果我这种状态，你们打电话报警啊？
快点报警啦！去报警，快点 ！Go！ 我给你们机会哦。嗨，学生会长，你是学生会长吧？给你机会哦，快点去哦，去报警哦！我没有看过这种结局报警的呢，去报警啦！哎，呆啊，呆啊！如果这样报警的话，好像会有新的结局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Hello， 初音，这也是料理社吧？那我料理一下没关系的吧？你看，你看，有三个人被烧，有一个在那边静悄悄做料理啊！人家做寿司啊，你们不要吵啦哦！做寿司不要吵，要冷静的，你知道吗？做寿司。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呢？去报警啊！叫警察来做，我要去啊，去啊，去啊！警察来了吗？哎，时间到了，警察怎么没有来？我去上课，我去上课。来，滴滴滴，转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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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转转，来上课喽！上课啦！哎，我不能上课，为什么？一定是你，阿言。时间到了，可以上课了吧？哎。不给我上课呢？为什么？那警察怎么来？我可以回家吗？哇，我不能上课耶！为什么？哇，我要上课！嘿，让我上课啊！啊，那就没办法，只能把他们全部杀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等不下去，没有办法，你们全部去死吧！我原本想救你们的，还回来上课，还回来上课，校长。对，是我。哎，哎，他可以杀我呢，好像，他好像可以杀我呢，他是唯一的可以杀我的吧？来来杀，来杀我啊！不杀杀，我身上偷走你的钥匙哦，我偷走你的钥匙，他完全不能杀我的，好吧？他不能杀我，校长解决不了我了，你们怎么样 ？Barbecue，Barbecue。OK， 集体死亡。学长你还在，学长，学长。我上哪死掉呢？啊，我害羞，我害羞，我的火都烧到我鸡鸡，你看，你看我恢复表情了，你看我的手在放着火呢，哎呀，火龙蛋，不是啊，好吧，这个模式，看不到结局呢，我们再换另外一个恶魔吧，牵手恶魔没办法玩吗？哎，我不知道牵手恶魔作者改了什么，但是他没办法正常召唤了，他可能改了召唤方式吧，我们来召唤另外一个恶魔。好的，下一个恶魔呢比较特别一点啦、啊，我们先杀一个人。OK，Nice， 先去见恶魔啊。OK， 希望那个恶魔有在。哎、欸，那个恶魔没有在啊。那个干，为什么这个恶魔有时在，有时不在的？在对算，这是啊，外出啊，那个恶魔。啊，你这是有在，嗨，就是你，就是你，我就是要使用你这个新的恶魔、欸，哎，哦。We will not tolerate this. Use the blade. Sacrifice the usurpers. Gather their corpses. Restore us, and we will lend you our strength. 这个恶魔呢比较特别，这还穿着一个，这还有一个穿着学生服的。没错，这个是学生里面的恶魔。要用这个恶魔呢非常简单，只要把所有社团的领袖都给杀人都放在这里就好，领袖就可以了，没错，非常的简单啊。领袖总共有1,2,3,4,5,6,7,8,9,10,11，有11个还是12个吧，总共。走吧，我们去杀人咯。一个，完美。嗨，两个，气死了，才什么其他。哎哎，你叫我怎么搬你的尸体？哦，可以可以可以，先拖出来，先拖出来，先拖出来，不要卡住，出来啦！完了，没救了，完了完了，出来出来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笑不要笑啊！待会我需要用你尸体的。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有点危险啊！第三个第三个第四个仔仔四五，你不觉得其他学生消失很奇怪吗？这里有第六个吧？六，跟空气讲话，六六。哎哎，没有人啊，为什么会有声音的？哎，奇怪的灵异现象。哎，嗨，第七、第八、第九，不要跑，第九，先不要跑，先不要跑。第九，哦，待会拖你要很累，对，你很远呢。哎，十，哎，谢谢，很累呢，你们这么远。十一 ，Hello，
哦，你们怎么这么远的地方 ？OK， 十一个，有总共十一个吗？还是十二个？应该十一个吧。要到了没有？我拖的太多了。等一下，我到底是拖第几个了？这是第几个尸体？你是第几个？你看这么多了还不够吗？你还需要多少个？告诉我吗？应该可以了吧？最后一个了吧？来，最后一个。OK， 一家庭团团圆圆，来，团圆啊！干嘛还有水？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哎，怎么回事？又在不能了？把刀给放进去，带我去躲一次。为什么你又在不能了？为什么这个恶魔这么多事情的？他又跑去哪了？那个恶魔？哎，为什么一直消失的那个恶魔？我把全部领袖都给杀给你了，为什么你要消失？我这么辛苦去一个一个杀，然后拖过来给你。啊，你就OK， 这一堆事我不管了，不想管这么多了。来，直接召唤恶魔，直接来跟他的这样。我的女王有 bug 啦，女王跑去哪里了？女王呢？这样总可以了吧？给我献祭哦，拜托了。最后一个，好，有 bug， 耶、yeah! ！为什么他不应该会消失的，所以应该是 bug。 我刚上网查一下，他是绝对不会消失的，在那个祭坛里面，但是应该是这个版本有 bug 吧，他会消失的。为什么？他真的不出来呢？我用各式各样方式真的不出来呢？这个版本有 bug 啦，所以全校学生都出现，就只好他不出现，他是怎么样的？ OK，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非常旧的版本，2月1号的版本啊，这次总可以了吧？这么旧，够旧了吧？可以的吧？来 ，OK， 哎、欸，有血迹，哎、欸，为什么会有血迹的？啊，完了，这个版本没办法屏蔽掉血迹 ，OK， 没办法，没关系，反正一下子就结束了。来看一下有没有恶魔啊？这一次，你是水，一样没有这个恶魔、欸，但是这个恶魔总可以的吧？分尸的恶魔，哎、欸，全部都守在里面了、啊，为什么？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哇，失败的一集，哇！失败了一集呢？为什么我跟那个恶魔谈好了？恶魔，你这反悔是不是？恶魔，你怎么可以反悔的？给予惩罚 ，OK， 移除手臂、身体什么东西？需要正义 ，OK。你在说什么屁话？好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能召唤出火焰恶魔，到底是什么问题？观众可以在底下面留言告诉我、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火焰恶魔可以正常发挥其他恶魔？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就是网络上面攻略同样的方式，却召唤不出来。而且我用的手比他们还多呢，为什么这样的啦？哈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彩蛋，另外一个彩蛋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变身嘛，这作弊模式，但是有一个隐藏的作弊模式。需要在那边打 bot girl 船女孩，没错 ，b o a t g r i l， yes， 船女孩，哇，好帅哦！为什么头上有这个？哇哦！我地上变成海了，只要我走多高，海就越升越高了，没错，这个彩蛋很酷啊！我们尝试爬楼梯看一下，淹死吧！有淹死吗？有吗？淹死吧！没有哎、欸。淹死吧，有吗？没有淹死的，为什么？啊，可以发射的 A 人呢？起来！耶！报警抓我！如果我开着这个彩蛋模式被警察捉到会怎么样呢？来吧，报警啊！快点报警！报警了！我在这里还不报警，我杀人了呢！我杀人的啦！去报警！去！好水啊！哎呦！去！水女孩，快点报警一下，拜托你们了！去报警！啊！警察来了！警察来的时候呢，到000会不能启动，但是呢，我们去上课就可以了。就被警察捉了，嘿，淹水了！耶、yeah, ！来上课！机械女孩上课 ，yes。警察来到学校了，警察感到非常惊讶，感到很害怕，然后逃命了。
学长就这样回家啊？话剧部解散了，坏话社解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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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学生会长非常非常的生气，哈哈哈哈哈哈！你能怎么样呢？睡觉。哎，明天去上课看一下，明天去上课看。变了，变了，变了！听说学校死了50个人，男主就会自动退学啊，换学校，对，警察也会对我感到害怕，没有人可以拿我怎么样。哦，死一排人呢，不止这些吧？不止这些人吧？ As a result of this terrible tragedy. 不止这些吧？哇哇 ，SHIBGIRL， 哎，死的可能不止这些人哦，还不够，还不够，学长还没有退学。死50个人，学长就要退学是吧？不要射到学长，不要射到学长，我们要让学长退学。哪里有学长啊？哦，学长在这里。OK， 那我这边去死吧，去死吧。总有50个人吧？这样，老师也去死吧。老师完全不想聊这些事情了。你看，老师完全放弃生活。总没有电视哎、欸！哇哦！造我啊，造我啊，来啊来啊，是我啊，我杀人的哦。哎，学校装闭路电视，哎，死了这么多人，学校总算装闭路电视，你看，哇哦，反正死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学校就会装闭路电视啊，超酷的哎。哦，感应门也有呢，哎，哇塞，再去上课，再去上课，彩蛋结局。哎，没怪，感觉要扫描这个，如果拿武器用会不会哔哔叫啊？警察又在来，警察又在跑。OK， 男主回家。哦哦，学校死太多人了，学校就倒闭了，没错。然后先拜呢就离开这学校转学了，没错。然后我们呢就不能再跟踪他了。诶诶，学校倒闭结局 ，Yes！ 学校倒闭结局也太酷了吧，这个结局。哎，如果我拿武器经过那边会怎么样呢？拿一下武器，我要经过，经过一下，经过一下，我放在身上没有发现，没有响啊！扫描仪，扫描仪坏了啦！没有响哎、欸，扫描仪为什么 ？OK， 哔哔，哔哔叫啊，哔哔叫、啊，完全不哔哔叫的呢，这个是装饰品哦，なるほど。原来校长只是装爽而已，根本没有想要干嘛的。不要这样啦！我要变身成为这什么模式啊？哇哦，哇哦，没有看过的这个人！哇哇哇哇哇！哦！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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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拍什么拍很帅吗？拍帅一点啦，知道吗？呀，我没有打到，我没有打到，你不要假装了。我来吧！啊！上面有写力的，对啊对啊。哎，居然有这个模式！哇！我来我来我来，老师，我来。这是替身攻击，其他老师完全没反应。校长对校长，校长还是男主，男主。哇哇哇！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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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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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身上有很多血迹？我身上可是加加的，谁给血迹这么多？不要！那为什么啦？不是加加呢？你们？啊，真是可惜啊！那些死掉的人，啊！怎么样？啊？怎么样？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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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替身攻击，呜，胸部在颤抖呢。警察不敢抓的啦！哇！
看你警察还敢不敢啊？没有替身的，我不能召唤替身，好可惜哦，好可惜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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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呢？来扫描我，来啊，来扫描我，是我！我们去打校长，打校长，走走走啊！不要不要不要！哎，拿着空气哦！哎呦，哎呦，拿着空气啊！厉害啊！哎呦呦，你肚子好大，打不穿。OK， 有够尴尬的这样，我到底在干嘛？打不到呢，打不到，打不到！哎，我的头被我头被箱子着，我打不到，我只能假装打到而已。来啊，来看警察敢不敢揍我啊！来啊！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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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都跑进去了，嘿嘿嘿嘿嘿嘿嘿，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敢捉我、啊、警察来啊，警察、yeah! 警察来到现场，看到娇娇吓一跳，然后哎，挺不一样的剧情，哎，这个是说感到非常害怕，感到害怕然后逃离了，逃命了，哇哦，哎，学长，后面有很厉害的人跟着你哦，你不厉害啊，啊，又在倒闭了，又在倒闭了。结局会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杀掉那个 Osana 嘛，看一下结局。这是替身使者的攻击啊、替身使者怎么回事？被嘲笑，替身使者被嘲笑，你们死定了，你们还敢嘲笑啊？啊，我的理智降到最低了，结果遇到这种结局，你们很勇敢吗？你们很勇敢做这个结局给我吗？完全不害怕呢？啊！黄金右拳拿出来！他居然敢对我生气！这魔术太赞了吧！这么勇敢的！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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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大熊不在晃动的结局，警察不敢靠近我的， yeah! 警察不敢靠近我的。对 ，JoJo 可是很强的。什么剧情啊？看一下。哎，可是Osana没有死啊！Osana没有死呢，我放过Osana呢，他没有死吧？我非常明确，他最后的时候还跟你告白，还跟你说要讨那个音乐东西。对，最后的时候我还有看到他在右边那边说话。看一下还有什么话要说。My childhood friend of son. 他被杀，他才没有被杀，他真的没有被杀。这个人在说谎，我待会可以倒带回去哦，你不要骗我哦，他没有被杀，这是被杀结局哎，他还骗人。最后的时候，他绝对还在对话，没错哦，看来作者是没有想到这个结局啊。因为正常来说，早上的时候偶像男会去跟学长说话，然后我们下午的时候会行动来培养感情嘛。但是每次呢，下午的时候警察都会来学校，然后阻止他们上课，阻止他们继续发展后面的感情啊。所以到最后呢，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发展，然后偶像男也不属于任何人，学长也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就直接把偶像男判定成死亡。这不合逻辑嘛？我成功达到了作者没有做出来的结局 ，yes！ 因为我们被警察捉，因为通常警察我们都会被捉的嘛。哎，厉害的学长！Yes！ 哦，我的游戏坏掉了，我的游戏，我算了。你不要假死啊！你根本没有死，我在骗笑啦！作者，我成功击败你的结局了，找出美好的结局了。我们下一次再玩各式各样的彩蛋，看一下各式各样的警察来的时候会说什么话吧。好像每次都说不一样的，好酷哦！看到你这么久还会怕哦？